阿弥陀佛，各位朋友，各位菩萨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晚安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把握时间继续看地震歌啊，因为六点多我要出门了。五斋三供已经圆满了啊，刚用晚餐。我怕各位啊，尤其我那些大学生啊，大学的学生，那个程度太差啊，有时候都高估他们的程度，可是不是说他们烂，除了那个母亲阿 Ken 啊，自己不行还不谦虚。那有时候是以前，现在大学教纲那个国文课教纲一直改啊，那有些可能没教，像噪音，不知道我们不要想成噪音，总之就是很多人的声音。宣召就是众生，啊，各种声，这个众生吵杂的样子，甚至你可以查字典也可以，不要连噪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想不想到噪音，以为这是对，是很吵，可是不是那个否定的，大家庆贺自己。庆幸自己没有灾难嘛，然后那个各种声音，包括哀嚎声啊，甚至包括对吧，也算在内啊，因为跟你讲，在惊恐中。人性啊，人在惊恐中多是屏气凝神，对不对？没有声音的。等到平安后，才喧哗起来，才开始喧哗。这也是人什么？人性本贱嘛。在危险的时候，他一定点点，然后事情过后是不是啊？是，开始后顾之忧后。这也是写清楚一点，免得上班学生。孙老师说：“人性一种体现嘛。”哦，你看，等到没有后顾之忧，就在那唱虾；等到危险的时候，点点，鸡嘴变鸭嘴，鸭嘴变鸡嘴啊。人生的时候是鸭嘴变鸭嘴，呱呱呱，就觉得嘻嘻嘻，那不敢讲话。我们是就科学事实讲啊，你不用，我们也不用在那论辩，不是否定人性啊，这是很坚正。人性本身到处是例子啊，比如你干嘛要读书啊？因为以后有薪水，只要没薪水你就不读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为什么那个叫你去读书不肯读书，打一打，对不对？或者爸爸妈妈还老是给你什么处罚，你就赌了，那不就是贱嘛？像贱骨头，要被人家吹，要人家打，然后没有危险的时候，就耍球丢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有危险的时候呢，就乖乖的像什么样，要大声吵闹，如果带回来，你看众口一时大同大声吵闹，吵闹怎么带回恶作不通嘛？他其实就是好多人在那讲话，声音非常吵杂，杂七杂八嘛。那有的可能一般就庆贺，哇，地震过去啊，谁还在不在，有没有怎么样，或者找亲人啊，找亲人也会吼叫嘛，对不对？
主要刚刚上课后我才想到这个。再来，这是乾坤气吞吐，也怕大家程度太差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乾坤都不知道，有些不是我们偷懒，像人家该接的事就觉得太简单，在扯，真的是太拖时间，有时候也真是白话或简单到不知道怎么解释了，所以才会略过去。像这个也可以啊，倒叙重组的话变成什么？知是乾坤吞吐气嘛，对不对？自然是乾坤在吞吐气 然后再来是什么？你看吞吐气不是这样？对不对？这不是倒叙重组吗？吞吐气，然后乾坤乾是易卦，后知天，对不对？后为天的代名词。乾为坤，乾为天，坤为地嘛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天地就是地球嘛。好，继续吧。幸灾淡水上安全，可怜张家成虚母。你看哦，它是家章，所以它这里是家章。可是你看这里写家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全台诗还是另外一个版本写张家，有没有？对呀，这里却没有译文，幸灾应该不用，幸灾乐祸不是同一个字啊。所幸。这安全也一样，不要被白话文干扰哦。所幸啊，好家在呀、对不对？好家在呀、我们淡水，我们淡水厅，这里不是淡水镇啊。所以大家天字还原还安全，没缺角，没缺角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幸好家在啊，我们淡水厅这一带还很平安。很完整，对不对？全保全嘛，安是平安，全是保全。
去，对，保全没有去，可怜啊，这可怜就白话了。那古书要知道可怜，可能是可爱，这是爱可怜悯，嗯。哦，可怜就可怜，可怜悯啊！家家家成虚目，虚目当然不用讲了哈。家章，繁险，不统一不一致，对不对？加一张画，这是专业有名词，对不对？当然要张画一带。这是专业有名词的问题。来，我们做一个自动图文集的这个东西啊，把它刷一下以后，啊，专有名词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，啊，那一样，这个如果储存的那个范本的话，要记得，啊，范本通常是在程式这里储存，它比较能够储存，然后我再把它那个。我们的 template 这个范本备份起来啊，万一电脑怎么样的话，就不会这些辛苦做的都没了。有没有这个是？有没有看到3:50？哎，不对，3月23号，3:50，3月27，哎，还没存吗？那它要整个 Word 关掉才能存。来，我们关掉 Word， 你看看。哦，你注意这里，时间就会变了，对不对？我还没关完呢。有了，关完了，323了吧？323，下午4:56这个，啊，它这里改变就是刚刚我们加那个自动图文集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你就了解，要知其所以然。嗯，上一集已经传好了，在处理了。再来，接下来，Word要开那么久，你暂停一下，一起读懂实践就好。这个一起读懂一起录哈啊，那个学校软体过期了要认证啊，也顺便学着怎么操作。你看 Word 有吗？没有启动，因为这是学校我们文化大学提供的啊，中国文化大学。啊，我今天有下载过，就不用再下载一次。然后，哎，怎么是这个文件弄错？能在下载吗？对，哦 ，Windows 和2011哦，哦，错误，对不起，不能点按两下按右键，然后还有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。它会跑出像刚刚那个灰画面，跟你讲认证 OK，啊，认证成功。我先关掉我这个，我先隐身起来，不露脸。什么？成功设定了。你要开这个画面才行啊，它是这样管控的。产品也成功启用，啊，再按任何键就离开了就可以了。
很任何键进去有没有？对，啊，这时候你再开 Word，应该就 OK 了。刚刚那个启动方块就不会再出现，对不对？OK 了嘛？啊，成功启用。感恩学校哦，这是你们付那么，我们是领薪水，你们缴那么多贵的学费，很多是供这个你们不善用，那能怎么办？哦，卖个这物件给啊，拜托，哦，这存一时之快，还是那个孩子气有什么用吗？有什么出息？幸可怜，可怜悯的，可惋惜的是，张家一代变成了什么？可怜悯的事，对不对？成了废墟。一片。废墟和人间坟墓，人家说人间殿，那个人间炼狱嘛。一片人间，可怜张家成虚目，再补充一个哈，除了专有名词之外，还怎么样？断句。对不对？张家要断句嘛？张家是张嘉义张话。家长啊，对不起，然后试问季正何仲卿啊？消息茫茫归结束。试问这是想。试想想啊，试着问问，试着想想，既然发生了，对不对？大地。哪里还有？哪里的灾情轻？哪里的灾情？这个何仲卿啊，抓对，仲卿，这是什么？找对出路。对，是灾情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来，为什么？
或说轻重就好，要讲重轻。这里是压仄声韵，不押韵的句子就用轻那个平声字，所以用轻这个平声字做句尾，对不对？不是用轻重，你就知道，你看他这里是不是压这个木、固、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是仄声韵嘛。你说我怎么想到这些？你就要学这个啊，久了你也熟练了嘛。尤其为自己为什么他不用弄？哎，至少这个理由，这叫形式上的理由。啊，内容上想不到重轻和轻重有什么不一样，有什么比较好？没有，要么就是轻重太白话了啊，比较口语。也一样倒叙重组一样，怎么样？对啊。你看这些把戏，逃得过我们的火眼金睛吗？所以这应该是既正试问何重轻，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既然发生地震了，地震都发生了，应该这样翻译的话，这样翻比较好。都发生了就是既正，都怎么了就是既。对不对？已经发生了，什么事叫既？所以呢，既然如此，就是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既然如此，就是已经这样了，已经这样，这样就是如此嘛，这般像这样，既然就是已经，既然地震都发生了，试着想想，那还有。这我就不太细分了啊，可是你们不要又是被翻译不懂搞清楚，对不对？什么就是和嘛，还有什么就是和，对不对？灾情是天字还原，前面已经讲，是不是要找对主词嘛？什么东西重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谁轻？轻是淡水，对不对？淡水没什么事。重呢，加脏，加一脏话，对不对？淡轻太重。那试问既正何重轻，萧萧茫茫归结束。所以我还要看下一句，我才知道这一句该怎么讲。长歌赋罢新转愁，又来用转字。他重复用字，这个还有点。这一转就新变了，转变前面才学了，对不对？变和更、更改、改变相通，前面已经证过了啊。新更愁啊，你这也可以新更愁，对不对？很好。对啊，这里转还是参考前面论，惊鸿未定比翼柔。此情回首不堪忆，此生犹自谁沉浮？安得长房说地法，居无乐土免烦忧啊！那这个是什么呢？所以他后面有这个，我为什么要看后面？所以上下文中看这句才知道这一句该怎么说，表示
他找不到一个方法，安德何德，哪里得到这种方法让我可以免烦忧，对不对？那表示这里什么东西，什么消息？这是什么？上下文很重要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应视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毁灭性的，费解。而且是暂时无解的人，所以只能归于这是一个大结束，这是一个难逃的大结束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消息茫茫，可见是什么？是消息要找对主持嘛？谁的消息？是不是啊？那茫茫是修饰消息，还是是不是茫茫无知嘛？还是无知的、无解的啊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只好归。归咎此，归结束就是归咎此一次，此次大增发生的缘故是在。是不是在劫难逃嘛？啊，就归咎在结束啊，对不对？发生大震的原因呢是难逃的结束，这就是跟前面的什么气吞吐啊、妖物啊。做呼应，对不对？是一种无知的恐惧嘛？对不对？所以长歌复罢新展愁，惊魂未定比翼柔。
也许可以讲完，至少课文吧，我们还要题解嘛，然后看别人的解释，验证自己的对还是错，要补充呢，还是互相激荡又发现新的，所以很多倒叙重组，对不对？复霸长歌嘛，转也一样。对不对？或者变都可以啊，详前所论，对不对？这个在哪里？我们前面有一个转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转愁不会吧？一首诗用两次转愁啊，太烂了，刚好抓到他把柄，那没塞啊。你说这样是不是为了敷衍？其实不是，我写诗也会这样，自己读几页有盲点没有发现哦。尤其你看啊，转它没有译文哦，窘兵转愁忙户转，转愁这没不需要做那个，这就是他习惯用这个词，或者习惯修改成这样，忘记太重了啊，太出重复啊，这是他的问题。我就说他的诗对不对？所以就事论事嘛，不是是台湾人家吹捧他的不好，那么我们刚好做连结才发现，我也没发现，一模一样，还有前面也是转愁，那歌赋霸，就是歌霸嘛。等于写作原来是指写作诗赋叫赋那赋。这也是转品，对不对？歌霸长歌，所以副霸就歌霸，因为他会不能再讲歌霸，因为他这个是长歌的重复用字避免重复用字嘛，这个长歌当然是对应什么？地震歌，对不对？这个歌就是这个，这我写完了。写完了就是复霸，我写完了这首，心情是更加的沉重，对不对？心情更加沉重，是，都是添字还原。倒叙重组我是添字啊，我写完了，写是赋，完了是罢，罢了嘛，罢可以单字想副词。那什么罢课、罢工、作罢，对不对？罢免，
有没有完了终结的？我写完了这首地震歌，就是长歌。心情是更加的沉重，注意这个哈，转是有更加的意思啊。沉重当然翻白话是这样啊，你不能说愁是沉重嘛，反正心里愁是不是就是我们白话讲的更加沉重，心很发愁啊，愁就是发愁。所以翻译你们就是这样学这翻译，怎么会懂字义呢？不能学翻译，要知道这个翻译怎么来的。对不对？心情沉重嘛，愁就心轻松不起来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沉重，沉就是重嘛，同义副词，没办法再轻了嘛，对不对？是同义副词啊，这一样，这个同义副词可以用我们刚刚的专有名词，你看现在可以变了，这样，它是同义副词。写完心情更加沉重。惊魂未定比翼柔，这比较难的是比翼柔了啊，怎么难法？惊魂未定，定是痛，定是痛，平定，平静。的意思是没办法平定抚平的意思啊，痛定思痛的定，惊魂未定啊，惊魂还没能定下来，平静下来，撞到自己的手机啊。我们碰到了那么多难的，难在哪里？又是这个，所以常常碰到这个。虽然原文写明是比在柔，可是笔怎么会柔呢？是毛笔吗？所以不要陷入对不对？不要陷入科学语言的迷思嘛。比柔就怎样？第一个可能是软或柔弱的柔，我们常说什么比例求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写不下去了。呼应前文的什么？
伤心惨目，看不下去。看不下去，不忍卒读了，写不下去了，这不叫笔易柔，所以你看比例，所以这里是什么？笔，所以这里的笔是什么？所以笔是比例，对，等于比例，文章的力道或者什么灵感构思，你文章有力道。是不是？不是指科学语言的什么一支笔，不是指科学语言的那个笔啊，笔变软了啊，惊魂未定，笔亦有。因为你看他是不是惊魂未定？人家说痛定思痛之后才要写文章嘛。你看他自己前面序呼应前面序，是不是？很开心四川哈，你看，惊道之语嘛，乃成器语。虚言也愿，惊道之语乃成之语，此时写完这篇地震。惊魂未定，不会连惊魂未定都没有？哦，到底是我的这个词库到底是在干什么？你看刚刚简单那么多奇怪的那种生活在用的，也都没有。那就不是惊道之语了，是人在什么？前面我们讲过什么叫惊道之语？惊道过后了，而是人在惊道之中，就不是惊道之语，是之中啊，还在其中嘛。对不对？还在惊道之中嘛？所以当然就写不下去，笔软了嘛，没有笔力，写不下去了，伤心惨目，对不对？你们好参照，我以后也方便，因为这么大的缩写档案，翻来翻去很烦，哎妈，这里，我写完了这首长歌《心展潮》，今晚为你比一柔，所以所以才会开此情回首不堪忆嘛，此生又且随浮沉嘛，这样是不是前后我们这个读法应该是对？我目前判断，在你刚刚说我写了一，还有第二种嘛，我们就略过了啊，这应该是对的。所以你看都是这样，我难道一下找到答案吗？对不对？柔软柔弱无力啊，那这个就不可以删掉。你看石金秀这个好处。那你们看的都是人家整理过了，人家炒好的菜，你会看到这种哦。不需要再饿了，答案是这样找出来的，不是哦？坐在那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是不是？这才大学，这才学术啊，还活在以前的官僻，还要考试升学，
填鸭式教育是这样吗？嗯，所以因为就是写不下去了。就是写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才有下句，对不对？此情回首不堪忆。不就震撼序文伤惨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看不下去了，写不下去了。惨目是看不下去了，比翼柔是写不下去了。那个翼呢，就是等于也在这里，比也柔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惊魂未定嘛，比也柔啊，因为惊魂未定，所以比力也就颓废了。比例灵感也就颓废了，哎，颓废就是柔嘛，啊，比例和灵感，啊，人家说什么？意兴阑珊嘛，啊，写诗的写诗文的意兴阑珊就是柔啊，嗯，那这样应该就对了，所以此情不堪回忆嘛，再回首此情回首不堪忆，再回首的话，哎呀，算了，不提了，不提也罢。啊，不提也罢，对不对？是这，这样的情感。啊，回顾。回想当初发生地震，这样的情绪情感真是令人难过的，不想再想起他来，就是他的意思。此情回首不堪，嗯，什么不堪就是不能嘛，我就怕大家程度真的，嗯，不堪。对不对？不能不好，哦，不愿，哦，不愿去回忆了，哦，此生犹自谁沉浮？什么叫此生犹自谁沉浮？这也是有点难的。我们一样，好，上下文再看一下。不能断章取义啊！你看，有这就是这是呼应什么？重要的是这个身是什么？不是当官嘛？怪怪的啊！对啊，因为什么对错问题带回而作嘛？这里跟当官什么关系？那谁此生有事想为乡里？你看他是看他的传记带回而作，是不是他？为乡里的事很努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一下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作者简介导读中，奉献的心，这个身是想为乡里奉献的心意。身变心了，又是文学语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我问你，身是身体力行吗？我们说
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身等于力等于心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很想为家里导读中作者说什么？导读中说，导读中说，林氏热心公共事务，毕生乖还乡土，这是他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想为乡土奉献，做一些事，找到解决地震的方法没有？就是后面讲了，找不到解决的方法，所以此生犹自随沉浮。自随沉浮就是也不知道一筹莫展，呼应前面什么智者。猝然意于寐，无知啊，一筹莫展。还有这个什么，对不对？老者无策，他也无策。亦无策而愚昧矣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能随沉所以自然，这个字，对不对？自然只能随沉浮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自然只能随沉浮，就看怎么办吧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怎么办就做怎么办，啊，插不上手。无能为力，对不对？感觉很无能为力，面对天灾，啊，才发现人的狭小。可他又不甘心怎么样，他有点沉寂那个杜甫了，虽然是到了绝境，可是安得长房，这是化用杜甫那个嘛。游一样啊，是还的意思啊，仍然。哦、乍然应该比较少用，乍然应该是还仍然啊。记忆还有官脾什么，常常我们举这个温故知新，兰亭集序也有啊，温故知新，我们也来给他做，可是用红字哈。
犹不能入，以知心怀啊。温故知新嘛，哦，以后我们温故知新也是一个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有利益共同有，犹能汉之的犹，一样嘛。生此生，我这个生啊，还啊，哦，你看他此生对此行。不堪回首，啊，此情啊，我这个身心心智啊，对不对？此生是对其情，我这个身心，对不对？我的心呢，不堪回首当时的状况，嗯，我的身呢，也只好既然一筹莫展，啊。束手无策，也知道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，对这个地震也只能徒叹奈何了啊。那安得长房说地法啊，所以我的身还是只能自然随着这个世道的浮沉。这个当然不是做官，就是说随沉浮，就是地震你要来我就随你来啊。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随你臣服啊！啊，臣服是指地震，起伏也可以啊！啊，是不是？随你怎么动，我也是这样。因为这应该不是宦海当官，通常我们臣服就人生感慨啊。对不对？这因为是地震歌嘛，跟人生慨慨有什么关系？突然这里来一句人生感慨，是要批评这个文章诗怎么写的？这主题不对应哦。所以我们说这里不是当官，前面有讲到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当官吧？对不对？我的人生路吧。是当官还，因为对错问一回二做嘛，就看到臣服就以为是什么，嗯，那注意相对位置有相关的此情回首，由此这里是没有比较，没有什么相对位置，只有这里对而已。安得长房说地法，这个是用杜甫的。安得广厦，
你用安德可能查都有。哇，要出门了，就差一点点。你看，安德管价千万间，对，竟然跟那些广告齐名啊。哎，这个我们用这个好了，这是不错啦，难得广厦千万间，小一点，安德广厦千万间，RB。天下寒士俱欢颜。学杜甫或用杜甫的名句"安得广厦千万间"，对不对？安得广厦千万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风雨不动安如山。那他这个是"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株"算了，就用他这个好。如果是怕说。这个版本或者繁体字、简体字啊，乱七八糟的啊，网络上最多。那我这个胡文老师怎么可以用这个？是有这个责任呐，不敢像工部都工部级吧，找事不从康门或怎么给你们参考比较？有吗？这个？安德早不一定就有。还没有天哪，还不好找那千万间呢？为秋风所破，这里有点像。太好了。就这个，安得广厦千万间。既然这样了，要帮他整一整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就错了，我们又刚用安得就找不到了，他是厌得，他四肢变成了厌得。没时间再给他一个一个打就是正文的打一打，以后检索方便。你看，千万也找不到，对不对？
大庇天下寒士。巨欢岩风雨不动，那这里是风雨会动，这里是地不动嘛，安如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其实都抄用杜甫那个语法啊、哦，然后呜呼眼前，呜呼，何时眼前？明白？好，这至少这几个字给它定一定正啊、哦，没时间了。然后再来是偏体，偏体一定要定正哦。茅屋为归秋风所破歌，苏曰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，八月秋高，风怒号，卷我屋。这样就可以了，要准备出门哦。啊，所以这是他自己的房子被秋风破了，他希望天下像我一样穷困的人，什么时候也有好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啊，能够住到。那这是他我们淡水这里虽然没有什么灾难，但是我何处啊，安是何？这是得到、嗯、得到一种结果，得到一个方法、嗯、哪里可以得到长房缩地法？那这个大概也有典故，所以他有注释还不错啊。什么叫长房缩地法？那有可能那个长房是典故啊，因为有一个好像叫废长房。你看，我们抓关键字去找是吗？你看，长房缩地，你大概就找到了，不一定找到地震歌。你看东汉法，看到没有啊？用关键字，你看《唐诗典故大全》，所以这是不是第一个先考你断句？你断句都不会断，是这样吗？那长房缩地法、欸，用关键字去查。这一定是用典嘛？
八成，这样怀疑之后，对不对？不见题目，是不是用？你看，长房缩地。查 Google，对不对？请 Google 大神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是不是？是专有名词，是人名啊。来，我们。长房缩地啊，你看，哎，这个是，哇，你看这个唐诗用了不少这个，可是我想用这个，因为它叫《唐诗典故大全》，百科故事这个不错啊，对，就是用典嘛，你就用它这个就好。长房车里，对不对？《唐诗典故大全》百科故事，哦，然后这个原文看哪里，我们再去找《神仙传》啊，来看他那个故事啊。缩地，你看百度打，百度百科都有这个词，然后我们再查缩地，哎，国学大师。长房缩地，词语而已嘛。嗯，哎呀，还有历史典故啊！啊，长房缩地，是不是？金阁红、神仙传、湖公展。那这个我们看这个，你看缩地补片，速地哦，哇，这个要念速地。相传东汉时废长房就这个嘛，有神速，能收缩土地，那为什么叫速地呀？将千里外的景物展现眼前，见进。葛洪《神仙传》卷九《湖公》啊，等一下，下一集我们暂停哦，我去法会，有机会再来那个，那可能要下一集我们再继续啊。对，是速递，还不是缩递。那这个速递和女娲补天还有关系嘞？啊，欲改造天象，对，速递补天。那其实这个并不是。它原来的原意啊，是哦，原来读音是素，语音是说哦，惭愧，中文博士今天的啊，我们准备要结束了，这一句大概就破解了啊，哪里可以得到像废长房那样能够把房屋收缩起来，然后需要用的时候再展开，大概是这样，所以你看这个注释也没什么了不起啊，还是我们那个东南缺角，对不对？东南清东南那个才厉害。啊，居无乐土免烦忧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居在我们这个宝岛乐土啊，不会再有这种地震的危害了啊。无乐土指宝岛乐土了啊，国土了。宝岛。和中华的国土啊，
中华国土。大清的国土，那时候中华是大清，别忘了啊。啊，对，不要免烦忧，没有地震的忧愁了，忧烦了。那烦忧忧烦就倒过来，啊，就不会从此什么心不移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多了一条线？就不会再这样。那最后真的会有一条线吗？没有啊，这可能有点。没啦，对不对？那那个杜甫原是嘛，安得管下三千千？那这个下一次再来解决，然后顺便看人家的那个了啊、哦，顺便读一下这个典故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免烦忧一样嘛，安如山，如杜甫的风雨不动安如山呐、啊。风雨不动。对不对？如杜甫的风雨不动安如山。这一集就到这样啊，这一集比较短，我是怕它当掉可惜啊，所以我们这个那刚好全文也类似结束了啊，再最后回顾一下，就阿弥陀佛了啊，今天是从哪里来啊，全部回顾一下吧啊，东南虽然在天宫共工撞掉。啊、嗯，不周之山之后，东南倾斜了。可是应该地是没有什么缝隙的，就不应该会有什么洞，让妖怪藏在里面，然后在里头作祟，造成如此大的灾难，如此毁灭系大灾难的地震。啊、嗯，所以难道有什么神奇莫测的力量在从中在起作用吗？啊、嗯，就这两句大概意思。啊，你考我的考试写这样也可以，可是我主要严格就是你也要写翻译，啊，要照他的语义写出来可以。我刚刚想的比较偏大意的意思，可是不要脱离翻译太远就好了，不要写成文章大意了啊。字是自然应该是这个大地或者地球啊，有什么能量在释放啊，就好像在吞吐气，吞就是吸气嘛，吐就是吐气嘛。然后一般我们一般世俗的人哪里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缘故呢？会发生这种大地震，只是庆幸的是啊啊，就在我们淡水这一带啊，北台湾这一带还很安全，上是海，要补充一下，就是下文的游啊，对不对？学那么上安全啊。嗯，很油，嗯，这油别忘了跟后文的油有关，所以我们就做一个书签吧。我们刚刚有问故事性嘛，对不对？
是不是？你看一下，这一课好像提了两三次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我们淡水还很平安，而且完整，啊，完整就是无缺，没有倒塌和地裂，山崩地裂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倒塌和地裂。对，全是没有倒嘛，就是怎么样，对应，所以他这里你现在回来再看这个，就知道他这个极度的形容了，有点夸饰。淡水这里竟然没有那个，怎么会乡亲税呢？对不对？加彰加一彰化那一带才可能这样嘛，还是金做的，对不对？我会啊，顷刻金山相倾碎，对不对？对应这个嘛，对不对？金针相倾碎，碎了是不是就不全了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倾碎。啊，碎了就不保全了嘛，碎了就不全，可怜怎么样？所以淡水都这样了，何况张家，你就可以知道，所以这是一种对比，或者说映衬，或者夸饰的手法，甚至如果是科学语言，那就真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这里没有什么大灾难，淡水还算完好如初的，可是张家那就不得了，淡水都这样了，是不是？上安全啊，可怜张家就成了真的人间废墟，一片废墟和人间炼狱，对不对？可怜啊，同样我们的同胞，对不对？张家这都是无土嘛，无乐土，居无乐土，居在我们快乐的乐土里然后试着想想，试着问问，既然发生大地震，哪有分什么种？试着再去追问，试着想想，不要庆幸自己平安嘛，这庆，也不要觉得他们那里好惨，哪里分呢？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或者大家都在这片土地上，消息茫茫归结树，这不是说是人生死的消息，我们刚刚讲解过，对，因为他要注意上下归结树，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以后还会不会习？你看哦，忘记跟你们讲这个消息很重要。消是，消是化，减少，甚至没有，对不对？甚至。息是长，息是生长，懂吗？消息是这样来的，这是什么？单字想的不是可以想到什么？逆袭的袭，或者媳妇的媳。仔细媳妇的，逆袭仔袭的袭，这当然是寄生结构换不是，他会用那个袭也是跟袭生长有关，仔袭，所以袭是长，那消就表示什么？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袭就未来还有地震或更多地震，所以消息茫茫啊，就是说什么归结树到底未来
只能归于人类的命运了。命运是不是就结束，难逃结束？哦，这有点像我们说修短随化。是不是就造化？所以这里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地震，既然试问地震何重轻啊？哪里有分什么？当然你这里重轻，甚至也可以读成还分什么大地震、小地震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到底还会不会发生地震呢？茫茫是无知的，只好目前由我们有限的知识，只有归咎于我们的命数了，结束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写完了这首地震歌，心情更是沉重，对不对？那惊魂未定啊，比翼柔，因为我在想起当时地震的情形，真的还是难以释怀。此时我真的也再也写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那这样的情感呢，实在是令人难以回顾了，不堪回首啊。然后呢，可是呢，虽然我很想为家乡乡土尽点心力，却是一筹莫展啊，只能看老天爷怎么办吧啊，是不是？他要我们沉就沉，他要我们服就服，是不是？这个也很像前面讲的消，就是就臣服就对前面的消息啊。沉就是消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单字想不出来有一个词叫什么消沉，你不要那么消沉好不好？那浮呢，就是洗，浮出水面是不是就增长出来？对不对？就是浮出浮现，洗就是跑出来了。长出来了，习又生长的意思哦，我们说利息是不是长出利润，跑得出利息出来，所以谁沉浮谁消息嘛，到底以后地震发不发分啊？为什么这里删掉之后会这样？对不对？直到底未来地震还发不发生？发生就是福跟喜，那不发生，真的想到学生真的程度不一定很好，等于沉等于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只能随着老天的安排了，你发生，要把我灭顶，也许下一次我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他的意思，哪里可以得到像费长房这样的缩地的方法法术啊？也可以啊，让我们这个乐土能够安居乐业，台湾宝岛可以安居，或者中华国土可以安居乐业，不用再被活在地震的阴影下，成天
惶惶不安，以后都能够怎样，夜眠心很安宜，对不对？不会再睡不着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要出门了，阿弥陀佛，道业寂寂，少造业，多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